你把晚早走，我阿你不要半点钟，我伫楼顶等你。啊，我拄只喜酒，食个一半。你毋是主角有啥要紧？我就是爱有专属你的两人时光。啊，若无我无法度保证，我是毋是有法度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伫恁爸妈面头前失控。 就半点钟久啊，你有买药啊？你较早答应着吼，办好爸爸，五分钟以内过来。喂，小贝，剩下来半点钟，你拢是我的。 小平，我无法度陪你啊，阮爸来啊。那你我就甲伊拍招呼啊。拍什么招呼啊？阮爸看到咱两个啦，会讲些小事事出来啊。伊毋知影你即马伫遮。伊若是知影，早会弄门是要安怎？我就甲门拍开，甲伊讲你选择个人是我。回头恁爸以后嘛爱知影，我就是伊的媳妇。既然安尼即马甲伊讲，嘛无猜啊。小平。好啦。 卖遮尔啊着急，恁爸无弄嘛，我拄则讲的着袂发生啊。我即摆爱你陪我，袂当接。阮爸若是知影，我无接到夜天的电话，伊为着要找着咱，一定会甲鸡棚了变过来。 有啊，阿婷，什么代志啊？你去倒啊？我拢找过你，钱拢转来啊呢。哦，就钱的代志嘛，我即马伫咧倒三江门啊。什么代志？哦，我发现我联络唔到人啊，我等一下就。 你拄则对伊许好写好开，你无应该安尼。即摆毋是正错的时阵。我知影，即摆是咱两个人的时间。哎。 咱直接入去啊！哦，我真无简单才睇到知呢，啊，你的表情哪安尼啊？是啦，你安尼我当然是真感谢你啦。啊，不过我等，今次门开袂来，你唔知是甚物代志？啊，陈生也证明无回头，啊，证明规身骨裂落去啊，啊，也听阿仔个伤心事。 我知影你会为难啊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你比看蛮只好，你遐尼听小雅婷，那会当甲陈恩做伙去求伊的。你若是无要和我接电话，阮爸甲雅婷拢会怀疑的。你若是接电话，你就会较我离开。好啦，这门总才甲拍开，我若知影内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就不信这狗屎人吼，敢做出对不起雅婷的代志。 是啊，你竟然敢做出对你反背夜店的代志哦！你怪别人安塞，你阿啥样亲像嘞？承恩。
你好好跟你爸说，你选择的人是谁？你敢来有听嘞不？你敢不会还？你听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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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已经决定了，决定就可见啦。你管你啥都无好，我跟你老母拢无承认啦。那你即摆一心要甲柯小平食上就对了吼。我真简单，别紧啊。今仔开始哦，你就无老爸无老母啦。这唔正经啦，哈！什么天大代志都敢做出来？阿伯，你哪会当安尼威胁承恩？我威胁阮囝是甲你啥物关系？袂送你去告我啊？啊，无你也顺续，今日我也去告啦。感情的代志唔免惊法院，只要两个人讲好就好。既然我甲承恩拢讲好啊，阿伯你着莫插手，卡免不到最后承恩来怨恨。阿伯，我来。无恁这种专门拐别人翁婿的人，讲话哪拢同款啦？啊，唔是讲恁是真爱，啊，若无就讲恁上速配，啊，最后讲啥物，阮拢已经决定啊。你是甲雪莉做伙去补习班哦？啊，学迄啥物要安怎偷来暗去哦？你莫甲我甲雪莉讲做伙，雪莉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承恩甲王亚婷还袂结婚，我只是追求我家己的感情。雪莉戆戆达十几年。我是看准时机，我就出手。你哪会当跟我比？而且恁家的原配嘛同款戆。你唔敢面对现实，安那王亚婷一直活在家己的幻想内底，连现实是啥物款你拢唔知。未见晓的人做唔到代志，还遐尼侪理由。张嘉玲，你是运气好，弄到你的头壳，安那无你连肥拢唔敢肥。你赶紧带王亚婷，把伊的头弄弄的，让伊看清事实，赶紧离开承恩，安尼大家就唔免浪费嘴烂。当初你还阁替我加是雪莉，你今麦竟然甲伊做同款的代志？哎，我就甲你讲，我甲雪莉无共，你是听无是毋？你拢同款做唔对代志，啊，若无杜承恩，哪一句话拢唔敢替你讲？你真正你，哎，好啦，莫讲怕啦，你叫起来啦，代志拢你母出来，你知？喂，亚辉，我人伫咧饭店。啊！不过我身躯搭着肉啥物啊，可能爱叫你姐才会当过。好，拜场见。你甲我听好清楚哦，我即摆的兴趣就是修理做唔对代志的人。你想我较检点的，啊，若无我逐天去恁家门下口站卫兵，一见面就给你一顿粗暴，了后佫甲你规个人拍甲肿歪歪，我才看你要安怎穿新衫。你记得9987。阿伯，我先去会场，你好好甲陈恩讲。这代志很麻烦，你就慢先讲出去，啊，莫会也停在。我知啦。